冬天不怕地不怕。宝贝，宝贝，我是你的大树，一生陪你看日出。来，打个招呼。你在躲我，为什么要躲我呢？你害怕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大俊。你几岁了？不知道。我读。那你属什么的呢？老虎。老虎是什么样子？我要吃肉啊！你最怕老虎吗？我怕大鲨鱼。你属什么的？不是属老虎。大鱼属老虎，爸爸也不打扫过，吃你呀、啊？那他把你手咬掉了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得上医院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不许抽烟！来，帮我把这个收走，不给他。等一下，爸爸一会要灭掉。等一下啊。那灭完了，收走不给他了。天天给我藏烟藏打火机，我们家这个沙发里边，什么被子里边，枕头底下，一会儿一盒烟，一会儿一个火机，我他说这烟一会儿就没了，全让他给我藏起来了。行，好，明天晚上。好的。拿他一点辙都没有，所以说还真得年纪轻轻的时候早要孩子，不能这么大岁数要，太难带了。为什么呢？皮呀、啊，这么皮的时候，急不得，恼不得。嗯，对，急不得，恼不得。睡觉前吗？恼，哎呀，像个大蛆一样。你过来，大蛆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像个大蛆一样？啊。你平时还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呀？大年豆包，大蛆，黏缠着你。看看哎，你来回雇佣是什么样的、啊、大蛆啊，大白蛆啊？我给你闹军。啊，大白蛆啊，你雇佣一个。但这小子模仿力很强。哎，范哥。哎，范哥。哎。好。妹妹，快点画吧。妹妹，再快点上吧。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啊。我说一句。啊？你是我的传声筒啊。你是我的传声筒啊。嘿。嘿。我没法跟你说了，我再不跟你说。不许光脚，光。还有呢？我这点事儿全让你。不许光膀子，不许光屁股睡觉，不许光膀子睡觉。小姑娘，她不懂。妈妈老是夸我，怎么夸的？是我最差。哎呀，我还不想跟你待见呢。酷啊！怎么这么酷？你好酷啊！摆个最酷的 pose。